好，同样受到外界瞩目的这个主播是看到是菲律宾总统艾奎诺三世，他日前就公开承认他和韩裔的女主播恋情之后，两个人在二号的晚上同时现身，而且是高调的晒恩爱。他先呢在这个女主播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非常体贴的请他入座，之后两个人是非常亲密的离开，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